我们现在来拷贝这个 FAAC 的同样按三键再按第二键三次进入拷贝状态，红灯闪烁。我们来拷贝 FAAC 一键。好，蓝灯闪烁表示失去代码 OK。现在你存入你想存入的按键，存入第二个按键。蓝灯熄灭表示存储 OK。